标准时间晚上十点。燕窝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，本地燕窝零售和批发商纷纷抢攻中国市场，而这也影响了本地的供应。此外，燕窝的产量普遍下跌，导致价格的上涨。来看记者林佳颖的报道。本地约80%的燕窝来自印尼，这家在印尼有燕窝的燕窝零售和批发商，去年从本地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总量比前年多了3倍。因为他们的人口的消费能力增强了，再加上他们推出二胎计划，所以他们中国和国内的那个需求量非常的大。我们在几年前的每公斤的出口价格大约在1200到1600之间，而现在的出口价大概2800到2800之间。